新消息，近期水情严峻，不过适逢锋面通过，还有东北季风增强，掌握这波降雨云系，空军第六混合联队派遣了两架 C-130 运输机，在宝二至石门集水区执行空中人工增雨作业。从屏东机场起飞，空军弟兄在高空作业，把握锋面通过的时机。这一次出动两架运输机，总共载运了清水八吨，在12000尺的上空，来到了石门宝二水库空域，以泼洒清水的方式执行空中人工增雨作业，希望能留下这个雨量在水库集水区。自从水情吃紧以来，国防部就密集实施任务人装演练，随时投入人力执行空中以及地面的各项勤务，确保民众还有产业用水无虞。